从2010年，我们就不断的来到劳动部去控诉，就是渔工劳动条件保障的问题。在境内渔工这一块，我们认为应该要落实劳基法；而在境外渔工这一块，我们应该认为应该要纳入劳基法，而且把境外渔工的管辖权由劳动部去做纳管一体的适用。OK， 大家早安，我叫 Marcelo， 我是渔工来台湾。我在菲律宾签的合约是一个工作时间很清楚，就是8个小时，但是一来台湾的时候是超时工作，还有遇到很多问题，转账很容易会打人。今天我们是一个合法的渔工，在台湾是没有合理的保障。我们知道台湾的远洋渔业，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经济。我们拥有的远洋渔船是全世界第一名，有1600多艘的远洋渔船，比日本的远洋渔船还要多出一倍以上。那这么多的远洋渔船，他们出海工作，每年带来的产值是超过新台币400亿的产值，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产值。但是这一些船公司、船东，他们却对于一个月薪资只有几千块的渔工的劳动条件要做调整，他们却有非常大的反弹。那我们必须要说，当然台湾的产业可能需要发展，但是这些发展它其实不应该是建立在践踏这些渔工的血汗上，或是剥削这些渔工的血汗上。今天会有很多人讲说，假设渔工的劳动条件受到保障，或者是渔工的薪资有所调整，那台湾的渔业就发展不下去。那我必须要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借口。你要发展台湾的渔业，跟你要保障台湾渔工的，不管是本劳还是外籍渔工的权益，是两件事情，你其实是应该可以并行的。当天1月1日当天，我就到高雄去参加这场说明会。关于这场会议，我以下几点想跟各位报告哈。第一点，渔业署的这个草案号称可以大幅提升境外渔工的劳动条件，但是非常吊诡的是，当天这场会议，整场会议70%是仲介，30%是船东和船主。完全没有看到任何一名渔工，好，更不要说境外渔工参与会议哈。一个境外渔工管理办法的草案参与会议的全部都是管理者，境外渔工，渔工完全没有任何的发言权。好，本质上这样的会议其实就已经有很大的问题了。现场许多的船主、船东同时又身兼仲介，然后渔业署又把整个境外渔工的管理啊，交给评鉴委托给渔会，而这些渔会又被船主和船东所掌控。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境外渔工的管理，从政府到仲介到船主到船东，完全都是球员兼裁判的一个状态。外汇渔业署办的那个所谓他们要修新的法案或是新的条例去保障渔工权益，我们也到他们那个会上去开了，但是他们讲的东西完全就是没有办法保障渔工的权益，而且就地合法化蓄奴吗？农委会那个条例就是蓄奴条款，而且农委会的官员自己也表示，他们没有劳动管理的经验还有专业，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管起。那你是劳动部是劳工主管机关，请问为什么境外聘雇的渔工不归你们管？请问为什么你们不需要对这些劳工负责？你们的意见我们会跟渔业署好积极沟通反映，我们会积极的跟农委会渔业署来沟通反映。你们已经沟通了好几年，你们沟通到什么时候？请给我们一个时程。
人呢，不是渔业署哦。你们对于渔业署最近提出来那个草案有什么看法？你们觉得是对的吗？那就是你们的分工吗？既然你们跟渔业署已经有沟通了，那你觉得他们提出来草案是合理的吗？是劳动就代表劳动部的立场跟态度吗？请回应。你今天既然代表劳动部出来，你就有这个责任要做回应。你的年底时间可以缩短到多少个月？好，等一下，请你。